在，是不眠无处，迷离无所在，目屎滴落来，阮爱你哪在天涯，不知伊敢会了解。因拄仔叫你去找迄个本公主，你嘛熟悉？我唔知影是倒一个本公主。本公主是阮大人的姑囝，前几工唔知影为虾米离开厝的，阮大人是非常着急，佮命我赶紧去找呢。伊竟然是官家子弟。秀姑娘。五宝头。假使你也知影本公主的下落，较麻烦你甲我讲一声。我唔知。五宝头，假使若无代志，我先讲来。小姑娘，唔知你住倒位，敢要我送你？唔免啦，阮厝就伫个四栋五里的所在，我家己行就会用。不，小姑娘，小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一见到你？我就想要得到，你看见是遐尔亲切，我感觉足久足久以前就已经熟悉。师爷，阿弥陀佛，别请啊，别请啊，有好，这两个普通公司差不多，阿哥起小脚，起姐妹啊。起劲了！啊，规个人是拢走到无半个，是安怎？嗯，嘿嘿嘿嘿。啊？去用力去！哎呀，师兄，师兄，我早就算出来讲，你有官府天心；我早就算出来讲，你有落脚之灾。我唔敢叫你去告迄本公主，啊，想袂到即摆连一个人你都告袂好。哎呀，我嘛是无法度啊。啊，是啊，我会当来找这痴小囝，解决这件代志。嘿嘿嘿，歹势，拄我转来就要找告状啊。先我看下，啊，那第一条看有这师傅进攻的，你进哦！我操，终于越来越有智慧，你真正越来越智障哦！这师傅进攻哦，就是土地公一个个啦，师傅进攻。你两个是咧做啥？为何唔敢大吼？你两个看起来，哪会面熟面熟？对啦，大人啊，你连你过来哦，我就是迄刘文氏的公良大师。咱顶一摆，迄刘文氏捌见过面。对啦，大人，迄记忆实是真好。哎，啊，顶摆吼是平静吼，有眼不识泰山啦。哎，啊，这摆吼。平静真正是冤枉的，才叫掠在遮啦哈！大人，是啊，我嘛是冤枉的。大人，你遐面差了呀！冤枉？你两个敢讲是冤枉？大人，这两个和尚就是杀死家人的凶手。因两个是杀死家人的凶手。五宝头，在。你若讲因两个骗钱，我就要相信；若讲因两个是杀死家人的凶手。无性啊！对啦，大人，你讲安就对啦。你看，像我吼，生啊这尔啊清纯，对啊，我生啊这尔啊古锥，哎，我哪会是杀人凶手？哦，虽然是无性，也毋过我哪有可能？也若无，五宝头袂无缘无故将你掠来吃。公爷，两个老老实实将台戏教你的经过，老老实实讲出来。
叔兄，叔兄，你甲大人讲，讲这个五块，伊要甲你讨红包。你搁问伊讲哦，乡亲较无钱，啊，知影无吼？这个公堂之内，我不必出面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保护你，紧讲。哦，大人啊，事实是安尼啦，是因为哦，我唔经提红包哦，或者五包头啦，所以哦，伊才无人讲我是杀人的凶手，啊，把阮抓来吃啦。对啊。哦，五包头，伊所讲敢真实嘞？大人，您千万唔要听尤伯讲，伊是为着要脱罪，才安尼讲。无喏，大人啊，那个五包头哦，伊安尼声声句句哦，都讲阮两个是杀人凶手。啊哪呢？杀你的凶器嘞！嘿，啊竟然敢无不正哦！啊那遐随随便便，就对阮这两个可爱的花想会做嘞？对啊，大人，啊你可是一个好官，你是清官，你是道官，你是知官。嘿，好事！不是啊，我是讲哦，大人，你是一个大好人啊，你一定会查明一切的啦。叔兄，你这样。讲，讲恁两个甲伊的公主交情未歹呀？啊，对，大人啊，还佫一项代志吼，兵长也袂向你报告的啦。就是讲吼，我甲林公主吼，交情真好哦，我袂说敢换贴的嘞。对啊，我吼，含伊那亲像白仔囝嘞。你咧讲啥哩？无啦，我讲唔对，我讲哦。我含伊哦，那真母阿囝，有咧，我讲唔对，我是讲哦，我含伊，我那对待伊那保姆的，那奶妈的啦，一派好见。本官问你，本叔公什么人伫倒位？本公主哦，即摆哦，我迄个师弟啊，迄也就是迄个年轻性俊外夫迄个道者，已经去找啊啦。五波头，在。若要定伊两个罪，必须要人证物证，以及凶器。本官命你，赶紧将凶器找出来。大人，这两回事分明就不是善类，伊是华人为。好，别阁加讲，叫你去你就去。大人，这安怎？你不服气？俗话唔敢。那你就紧去，赶紧将公理带倒转。属下遵命。讲什么？咱两个不是神仙，我看哦，伊是土生。那是大人啊，你真是真英明啦！那是阮两个嘞。大人啊，来人！将华人收啊，连干带信。是。快走！讲路边的花，你不要采。哼，哎呀，你的伤又搁好啊，会搁当初安尼落落算啊只啊？我是烦恼到要死啊！啊你哦，干那还当消消停停呐？啊？烦恼？你是咧烦恼什么啊？这天若放落来，啊，搁我甲你吐掉。你讲真实嘞吼，咱即马来去。等，你行，是要行去倒啦？去提起剑吗？提起剑嘛？提起剑是要创啥物啊？你毋是已经算出来，迄毛剑的来历啊？对啦，花心我是算出来，迄支剑的来历啊。啊，不过我心内还佫会拍呢。你咧拍啥物？你拄仔咪讲，天若放落来，啊，佫有你吐掉咧。对啦，你人哦，比我较矮。嗯。请你赶紧转来，请你赶紧转来，莫佫创治阮的爱。你人哦，比我较矮，
无啦，边关尔啦，我意思是讲啊，这天若放落来，还佫有花香，我甲你吐掉的。啊，不过这支剑会爱人命呢。敢真是这么厉害？嗯哟，啊那无，你的手是哪会受伤啊？哈？哎呦，搁再讲，即马迄支剑嘛，佫找到真细主人，咦，这恐惊！哎呀，好啊啦，莫再惊这惊迄啦。 啊，那真是这么厉害吼！咱今个爱开始收起来啊，袂使搁会害人啦。这当然爱收起来啊，不过人咧讲，该灵还是失灵人，要收这支剑，就爱搁因。爱搁因？是啥人啊？黄光祖，黄光祖，阿恁是安怎是？阿娘，我无代志。黄光祖，较紧嘞。 公娘师傅甲碧清小师傅已经互恁阿爹的手下掠走啊！掠走？啥？是一位叫五外的宝头。五外？宝头？本公主，那安尼先，你毋是官家的子弟咯？阿爹，我阮妈离是原因的啊。我知影，你是毋是嫌阮想要送，高攀你袂起？毋是啦。本公主。 假使你先管咱，也是无安尼信心。是安怎你要来欺骗我？阮母仔囝虽然是傻，也毋过韩恩伊阿爹，在生的时阵嘛是捌做过官，阮无需要人同情。伯母，我无啦，我对韩恩是一见钟情。伯母，伯母，我毋惊你起笑，我真介意韩恩，而且我无啥物门户之见。若是讲伯母，你无认为我是一个歹人？ 我请伯母会使阮准我甲韩恩做一个朋友。我，韩恩，你拢有听到吗？啊，你的意思？我毋知影。我，冯公主，先莫讲这件代志，公娘甲碧清两位师傅已经互掠去公堂啊，应该我较紧找着公主，请公主甲因解救。那，因到底是犯什么罪呢？ 听五宝头讲，因是犯了杀人罪。杀人？哦，我去了解一下。小姑娘，我希望我回去处理了后，会使再回来看伊。去啦，海燕，你阮是师父。 对阿娘有温情滴，假使你若是烦恼，需要安慰，你就向本公主去，安尼是阿娘才会放心。好，阿娘。多谢伯母。 将我切尽，你阿爹祖宗将我还给百外人全部灭口。你该死，你该死！关羽，关羽，我阿爹是奉旨出征，是你王氏一族要反对朝廷。 我何必怪罪于我阻隔？好，那你我问你，伊即马手牵政变，你作何解释？我的伫遮，而且，阮两人的来，是天地皆知。好一个天地皆知！
你讲啊！你讲啊！关帝，自甘处处为风光，照顾我。好，我已经变了，已经完全变了。我今仔日就开始你这对艰苦的路。 哪里就抬死人这对干夫淫妇！干夫淫妇！干夫淫妇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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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把剑放出来！啊，退！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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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安尼教阮话命案之事，你家己心头已经有数了哦。是这个剑，剑啊！假使你若允许我的心，去杀迄个假人，另外，该摕淡薄仔金银珠宝倒，安尼知影偌好。这个剑真正随我意念出去杀人。无对，你家己了解啊吼，所以赶紧，你手中迄剑交回收我，我会当帮你消灾解厄啊。好，那一切代志，咱拢就解决了。刀剑，阿命来。阿娘，公儿，你有安怎无？你若安尼无缘无故离开厝内面，阿娘有要烦恼的事，你知无？阿娘，我无代志啦，你放心。阿娘，对啊，我甲你介绍一位姑娘。阿娘，这位是秀汉莲姑娘，汉莲，伊就是我阿娘。伯伯，秀姑娘。我刚刚在倒摆看过你吼，敢有？啊，我想起来啊，是伫个灵魂寺。原来是你哦，阿娘，原来恁实在哦。是啦，伫个灵魂寺有看过一摆。公儿啊。咱是有名望的家庭，而且你阿爹嘛是地方的父母官，搁再讲已经替你定。好啊啦，阿娘，你莫讲啊。好，我莫讲。秀姑娘，
唔知灵尊大人即马咧做啥物吼？阮阿爹伊早就过身啊，吼，也恁安尼啊咧，本白表的福，家表错安。那安尼听起来，恁母仔的生活一定是过甲真艰苦。我阿娘，你也来讲这款话啦？韩念的家境如何？我跟我交往这有啥物关系嘞？来，我问你。阿爹，好啊！你的眼中也有我这老百姓。王伯父，真实的，你来称呼我，老夫受当袂起。而且，阮公儿我也找着真好的对象，嘛已经下聘。恁两个安尼交往，岂不是？阿爹，哼！本大人、夫人，秀汉恩虽然家贫，但毋过我从来都毋捌想过要高攀名门。